The Chiang Kai-shek College held the opening ceremony of th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Language Adaption and Inheritance of Chinese Immigrants in the Philippines. 菲律宾中正学院举行菲律宾华人移民语言适应与传承国际研讨会开幕式。为了庆祝学校创立85周年，菲律宾中正学院于2024年3月8号上午，在中正纪念堂举行菲律宾华人移民语言适应与传承国际研讨会的开幕式。一连两天的研讨会，邀请到江苏师范大学原副校长杨立明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员周庆生教授，以多角度、深入浅出地探讨华人语言和文化传承的挑战，并提出可能的解决方案。中正学院校董会董事长陈义维致欢迎词，他表示，语言不仅是沟通的工具，更是文化的载体。菲律宾是一个多元文化共存的国家，华人移民在适应当地的语言环境的同时，也需要思考如何保持母语的传承。通过加强对华人移民语言和文化的认同，可以更好地促进华人社区的凝聚力和文化自信心，丰富华人语言文化的多样性和包容性。随后，中正学院校长叶启明博士阐述了菲律宾中正学院的教育理念，并简介了该校多年来的各项里程碑。非华商联总会理事长兼文教督导洪建雄在致辞中表达了对此次国际研讨会的殷切期望，他呼吁对中文教育的重视，引导新一代对中文的学习兴趣和热情。他同时期盼国内教育机构能够提供更多援助，以提高本地华裔家庭子弟的中文水平，促进中华文化的传承。非华各界联合会执行副会长赵启平、菲律宾中国商会副会长孔俊、菲律宾即将同乡总会理事长姚金镇、菲律宾华教中心主任黄端明、菲律宾华文教育联合会常务理事黄婉荣博士和菲律宾华裔青年联合会会长曾兴化等先后致辞，发表了各自对华语及中华文化在菲律宾永续传承的见解。中正学院大学部学生代表李巧玲、丁红怡和邱凯丽阐述了他们就华裔新生代的语言使用情况所做的学术报告。除了专家讲者与学者的发言外，该校学生还安排了精彩纷呈的文艺节目，热情四溢的菲律宾民族舞蹈和声情并茂的歌声为现场注入了青春的活力与激情。非中新闻台综合报道。